恭喜台视，然后也恭喜制作单位，然后毛小孩是我们做的很认真的实境秀，你真的很少看到实境秀，就是说我们认真的在做菜，认真的在洗狗、梳狗毛，认真的去让流浪动物可以被领养，还有认真的考上证照，所以我觉得。被看见的感觉很好，然后这个也恭喜所有一起合作的伙伴。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大家现在热烈讨论的话题，然后它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艳的是说，过去的副手好像都会是觉得没有存在感，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，我觉得哎，这个反而是一个蛮特别的想法。那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蛮辛苦的，所以是不管是哪一档，我觉得大家都加油，因为你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很多很多的竞争残酷的方式。